公司来买单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缺口是多少？违约赔偿金和解除担保的欠款，一共是2000万欧元。2000万欧元，可是艾丽斯全年的股东利益，你是想让我们这些所有的股东？ 跟着你喝一年的西北风啊！我们已经提前安排召开订货会了，各渠道都在抓紧回笼资金，加上手上现有的资金，能抵消掉不少。资金的流动性是企业的命脉，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抽调走了，国内市场怎么办？这简直太荒谬了吧！我不同意，宁愿放弃法国市场，也绝不能再投一分钱。对，法国市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，就会连带影响到我们国内的市场。 这是Alice走向世界的第一步，说了要走，就必须走下去。这根本就是你的决策失败，除非你用自己的资金来补这个缺口，否则你就自动卸任吧，让邵总来做这个位置。你们除了问责还会什么？ 你们为 Alice 做过多少事？Alice 对伊恩来说有多重要？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他一手创办的，他心甘情愿做一个 CEO， 你们知道他牺牲多少？现在出了问题，并不代表彻底失败。你们着急换掉伊恩，省了居心，自己心里清楚。秦爷，你冷静点。 先坐下，坐下。霍董，不好意思。正所谓和气生财，我们 Alice 现在遇到的问题确实非常棘手，各位对我们的 CEO 的决策力也表示质疑。既然大家对我们的公司未来不看好，那么这件事上大家也不要插手了。资金缺口的事，我一个人全部解决。霍董。 我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注资2亿。霍董，你这一注资，我们岂不变成小股东了？这样不合适吧？是啊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关门呢？既然大家希望公司能够闯过这一关，那么就……霍董，我不能接受您的提议。 Alice 目前不需要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来经营。我向各位董事保证，15天，我一定会解决法国的门店和货品销售的问题。口气不小啊，15天，沈燕，你太高估自己了吧？如果15天之内处理不了这些事，我沈一恩将自动辞去 CEO 一职，所有损失我依然承担。 好，我们的 CEO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是你的坚强后盾，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。
我答应过你们 ，Alexey 永远是你们的，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。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，我要告诉你。那个法国酒吧老板已经查到了，他不是你们所说的中国人，而是一个法国白人。白人？是啊，而且他并不认识叶奇磊。就算这个中国人不是老板，那他到底是怎么知道奇磊那么多的事情？ 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这个人既然已经浮出了水面，那他一定还会出现的。哦，我也顺便查了一下陆准，这个人很不简单。他呢，并没有家庭背景，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搞了一笔钱，在法国注册了一个公司。